三二一，我们这个是有队形的啦。我们的默契是好到我们就是一出来就是要有一个队形，真的啦，真的。Hello， 各位达人秀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佛罗莎 Sass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莎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队长子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副队长露露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盼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梦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浅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rie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依婷。分成两组队伍进行击退赛，小编会出题目，请说出三个字的台湾小吃，每组依次轮流作答，一题需九次作答，作答错误或超时则换组作答，得分的队伍可抽取奖品哦。我想问一下队长，就是满意自己的？有一个人有点不满意，因为我跟他去上过就是其他的益智类节目，然后他就是没什么用，负责搞笑的。OK OK OK OK， 那这个搞笑担当有什么话想讲吗？你有什么话想讲？如果等一下是食物的话，我可能就挺不聪，挺聪明的。但是如果是尝试，可能就不知太知道了。没什么尝试。我觉得我蛮满意的，因为有学姐也有学妹，气势有。我们一猜完就说，我们这一队赢的是什么？掌门。剪石头布，摇头布。请说出三个字的食物。绿豆椪、棺材板、臭豆腐、麻辣烫、蚵仔煎、虾仁煎、玉米笋、蚵仔煎、香鸡排。哇、哦！请说出台湾已婚的艺人。小 S、吴宗宪、Sandy、昆达、林志玲、蔡依。到我们了，来，来，来，柯佳嬿、Sandy、林依晨、昆达、林心如、吴宗宪。柯佳嬿、徐梦泽、谢坤达、戴琳、林志玲、戴氏、Sandy、吴宗宪、小 S。戴琳好像还没结婚。戴琳还没有结婚。请说出四个成员以上的韩国团体：少女时代、BTS、Twice、Jade、Seventeen、少女那个少 Super Junior、TST、New Jeans、Big Bang。Yes! 有吗？这有一分吗？有啦，有啦，有啦。请说出佛罗莎 Sexy 没在场的啦啦队成员：壮壮、贝儿、西西、贝贝、Like、塔塔、小赫、李森、小法。Yes! Yeah! 请说出梦想家的球员：李德威、大 B、林俊杰、吴冠良、肯尼、麦卡洛、丁耀宗、小 B、健身教练。三二一，简浩、肯尼、林俊杰、新沃克、吴宗伟、吴家俊、杨振燕、大 B、林俊杰。Yes! 你是不是讲过？已经讲过了，讲了，超难。李德威、吴家俊、林俊杰、吴宗伟、简浩、麦卡洛、Julian Boy、肯尼、卢冠良。草泥马，没有长颈鹿、绿蜥龟、草泥马、红鲤鱼、白海豚、黑祖猫、无尾熊、马来貘、小白兔。那如果说黑小狗，是小黑狗吧？哦、小黑狗，小白狗。萧亚轩、蔡依林、戴爱玲、阿令、小 S、张惠妹、杨丞琳。田馥甄、蔡依林、杨丞琳、Selina、王心凌、梁静茹、阿令。等一下，梁静茹不是台湾人，她是马来西亚人。Yes! Yes! 安心雅、蔡依林、田馥甄、Kimberly、阿令。等一下 ，Kimberly 不是。田馥甄、蔡依林、王心凌、Selina、杨丞琳、Ella、阿令、张韶涵、萧亚轩。耶、yeah! ！好啊，那么这个游戏到底算过了？由小编出题目，大家必须做出相同
同的动作，超过三分之二的动作相同则算答对，答对一题有五秒宣传的时间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来到第一题，壮壮，三二一。我们这个是有队形的啦，我们的默契是好到我们就是一出来就是要有一个队形，真的啦，真的。相信啦啦队，三二一，我们这边是因为手伸不太起来。那你拉拉是吧？没有啊，因为我是啦啦队啊。爱心，三二一。这个还是这样子，以前脸颊爱心加，现在这样子。我是手小人弄到。哦。好，拿下一题，篮球，三二一，喂。拍照，然后加嘟嘴，没有，很少嘟嘴。你拍照我的嫩，那是我的，是我拍照的啦。是你的啦。你来，你问，你问 Ariel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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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喽 ，Ariel， 三二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可是本尊没有做的很透彻，本尊自己坐下。来，坐下好。推出全新的女孩卡咯，外县市的朋友也可以在梦想家网络商城买到哦。没错，我们今年呢新增了非常多位的学妹，所以这次呢风格有非常多种，有 OL， 还有旗袍，还有泳装，可以说是可咸可甜也可辣哦。大家记得赶快去购买我们的女孩卡，大家赶快去买票哦，耶、yeah! yeah! ！